灵儿，殿下，你怎么能？不是说了吗？要入相随俗。可是，我们要接受好的，享受好的，也要接受不好的。灵儿有一事相求，请殿下务必答应。我不是说了不要跪？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我答应你，你起来说。你我自幼一起长大，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最了解，可是我从来没看见过您这样。我知道您对三王爷，可是现在一切都证明这个陈洪峰他不是三王爷。我们已经铸成了过错，就不要再一错再错。我求你离开他好吗？他可能只是不是的，公主，他就是这边的人，他在这边出生，在这边长大，一切都有证明。也许秦公子说的是对的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和三王爷长得像的人而已。如果真正的三王爷看到您被这样一个冒牌货折磨成这个样子，他该会有多心疼。殿下，我求你离开他吧。属下，属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再让我考虑考虑，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如果您执意不离开，那么要么我带您走，要么我可能就得离开您了。灵儿，你受苦了，我知道这个世界跟我们那个世界完全不一样，让你受了很多委屈。灵儿，你现在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，你走吧。殿下，别劝我了，你走吧。还是一个人好，没人拆家，没人闹，也没有两个不懂事的小朋友，还得哄。你怎么跟个老父亲似的？我觉得还是现代好。你说如果在古代的话，这么美好的夜色只能喝酒作诗，多无聊。哎，那可不是啊，那古人妻妾成群，孩子还多呢，家里成天闹哄哄的有什么好？还是一个人强，还可以静静的享受这么好的月色。可惜啊，少了一个陪你的人。你倒是有，不也是在这陪我赏月？哎，雨言，怎么样？玲呢？他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啊，没事啊，三哥。
我陪你啊。你知道吗？每次你叫我三哥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自己好幸福。三哥，我听说你们之前开发的一个游戏叫青鱼，可有趣了。这你都知道啊？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啊，差一点就上线了。它要是真上线了，那咱们就赚大了。那个游戏的备份在哪儿啊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说那些了。来，坐这儿。你是不是以为三哥喝多了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三哥真的感觉好累啊。我这么的努力工作，你知道为了什么吗？为的是我们将来现在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但是没关系，现在有你在我身边了，我觉得多累都没关系。因为现在有你跟我一起奋斗了。这是奋斗？这当然是奋斗了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咱们陪他们喝喝酒吃吃饭，这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工作，为了我们的事业以后能做得更好。袁，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没有人在乎你的过程，只看结果。你愿意陪三哥过这样的生活吗？我就知道。你喝多了。爷，让三哥抱抱你，让三哥充会儿电好吗？三哥，你别这样，三哥！你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你忘了？